我晓得你们小朋友同学家庭现在这个社会很乱，很多人提倡读古书，对《弟子规》啊、《三字经》啊、《读书经》啊，还有很多人家庭信基督教啊、信天主教啊、信道教啊、信佛教的，佛教里头又信禅宗啊，又念佛啊，又念咒子啊，千万不要听那一套。有的家庭搞上宗教的色彩啊，假设你们的父母要有劝他赶快暂时放弃，好好读经史合参，做一个人。先把历史读了，不要被宗教困住，什么修密宗啊、拜佛菩萨啊、啊求前生啊、靠打坐啊、成佛啊，不要搞这一套。这是我们认为最容易把做人做事走错了路的一个方法。